大家好，我是谢安，非常荣幸受到商业周刊的邀请，九月三十号我会参加商周的创新之夜。那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过去四年我们如何从好莱坞的一家公司，然后我们那么贴近科技，然后跟 VR 结合。这次我要谈的主题是如何把最新的科技 VR Virtual Reality， 就是如何把这个虚拟把它变成现实，如何把 VR 的这个 application 跟娱乐做结合，如何把 VR 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事情做一个紧密的结合，是我觉得是马上是大势所趋。那希望大家一起关注我们九月三十号加入我们的商周创新之夜，我们大家到时候见，谢谢。